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当然是音乐学院了。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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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。Hello， 喂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电竞专业的天选四子，站在旁边的那位是我们的学霸陆景。大家练琴练的一定很累了吧？啊，接下来啊，就让他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个人表演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周周，你不是说他五音不全吗？好熟悉的旋律啊！35号 D 大调，当时我创作《约翰尼》的时候，就是以这个当作创作灵感的。哎，拉得很好听耶！哎哎，陈姐，